出来吧，都跟了一路了，我特意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 都自保一下家门吧，好让我知道我打的是谁。萧守、九成、凤凰、来仪。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曾经的我，总觉得离那二字相距甚远，可上一次离开天启时，我持九灯笼。这次回到天启，我刀剑双绝。 我还记得我年少时的志向，也一直期待说出这个名号。诸位好，我是九仙，百里东君。今日一战，九仙二字即将名扬天下。 公子住手！我与凤凰相依为名二十多年，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放凤凰一马，我们四人愿做公子的奴仆。我不需要什么奴仆，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愿意死，为何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？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人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屁！我所认识的江湖人都只随本心做事，所谓的身不由己。 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。江湖偌大，哪里没有容身之处？百里公子，您这是？他们一心想杀我，不会顾及到你们。趁此机会，赶紧逃吧。公子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江湖偌大，此处若不由己，便另寻一处。萧少，记下了。 第一次用高手的语气说话，确实有些紧张。我们走。留下。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？ 竟是这般无能，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吗？这位公公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反正见到我的人都活不过今天。